今天要你们读泰戈尔，不只是因为他是个重要的印度诗人，他还是常年批判英国殖民主义的哲学家。树叶有爱时，便化成花。人不是应该生而自由的吗？深信这句话的我们，曾躲在学校的储藏室里。 一字一句地抄下那些得来不易的书，但讽刺的是，我们却活在一个谈自由是犯罪、读禁书攸关生死的年代。 自由が罪になる時代、僕たちは密かに禁じられた本を読み続けた。自由な未来を夢見て。ご家さん！读书会是不是出事了？事情到底为什么要变成这个样子啊？还是害怕什么？